Shoreditch 和 Old Street 这一块啊，因为聚集了大量的艺术创作者和创意公司而出名，而且呢，还因为这里有大批的科技公司，被称为伦敦的小硅谷。谷歌、推特、英特尔、亚马逊等2000家以上的 IT 公司都在这儿上班。那今天看的项目 The Makers 呢，就是位于 Shoreditch 和 Old Street 区域的一个高端的住宅项目。这套样板间位于2楼，是一个两室两卫，一进门呢就是一个敞亮的客厅和厨房。站在阳台上，内景花园看起来还不错，主卧是西南朝向，采光非常好，全屋呢都配有地暖，加热均匀又节能。房间呢还安装了新风系统，能够保持常年温度呢在20度左右，就算是40度的夏天也不用担心了。The Maker 呢位于伦敦一区科技城中心腹地，它横跨老金融城和国王十字之间的位置，地理位置呢是十分的优越，4分钟呢就可以从这儿抵达 Old Street Station， 从这儿乘坐公交或地铁10到15分钟就可以达到伦敦市区多个中心区域，周边呢也是高校林立，轻松抵达多个著名学府，是一个非常方便的地块。项目住宅现在已经全部交付，可以直接做到拎包入住。小区呢远离喧嚣的主街，可以说是热闹之中打造了一片小小的宁静。怎么样，你喜欢吗？北京房姐在伦敦，咱们下。